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我们 Circle Time 的时间了，我们先坐下来，make 一个 circle，make a circle，make a circle，begin round，begin round，come on，make a circle，come on，make a circle，begin round，begin round。我们把小手拍一拍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伸出来，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举起来，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抱一抱，抱抱你自己，小手拍拍，小手。拍拍小手，小手藏起来。咱们再做一次好不好？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伸出来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小手小手举起来，举起来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。小手，小手，抱一抱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小手，小手，藏起来，藏在哪里呀？藏在身后面啦。好，我们伸出一根小手指，一根小小，两根小小，三根小小手指，四根小小。五根小小，六根小小手指，七根小小，八根小小，九根小小手指，我们这样数到十个小手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我们有10根小手指。我们的手指头每天摸好多好多的玩具，会弄脏的呀。我们来学一个洗手歌，我们就用 "Row row row your boat" 那个旋律一起来唱，好不好？洗洗洗小手，手指头搓泡泡，手心搓搓，手背搓搓。细菌不见了，洗洗洗小手，手指头搓泡泡，快搓搓，慢搓搓，小手干净了。咦，每次你们洗手的时候，把这个歌唱一遍，两段一起唱，这样的话，你的小手就会干净了。因为我们洗手要需要20秒到30秒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唱完这首歌正好是20秒，好吧？我们看到有一个医生来了，医生说："啊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刚才洗手洗得好干净啊！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手上没有细菌。"我们什么时候洗手呢？吃饭前要洗手，吃饭后要洗手，摸完了玩具也要洗手，还有就是去了洗手间也要洗手呀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提醒爸爸妈妈一起和你们洗手，跟爸爸妈妈一起唱洗手歌。好啦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